揽绿，追求大是大非，彰显正义公道。我推荐中视庶民大头家，我们这个节目有蓝也有绿，有平衡报道，有事实真相，就是没有人在节目里面表演。我们这个节目是最中道、最中立，可以得到客观的政治评论。请各位好朋友一定要锁定我们的中视庶民大头家。庶民大头家强力监督，说出您的心里话，发挥媒体正能量。每周一到周五，您关心的话题尽在中视庶民大头家。